泾河旁的咸阳园是一片帝王陵寝广布的地带。2017年，一个规模超过500座的汉代墓葬群被意外发现。这就是泾阳大谷子汉墓群。M68号墓是其中一座难得未被盗掘的墓葬。根据出土印章推断，墓主人名为妖奢，但是在史料中并未发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墓主人神秘的身份只能等待考古进一步揭开。而墓道南部壁龛的发现，却为墓主人的身份再添疑云。在 M68号墓南壁龛，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萧当勇、代官南勇，还有众多表情各异的小勇，一件件接连出土。虽然一时无法判断他们被放置于此的目的，但考古队员发现他们的排布非常有规律，沿着壁龛的东南西壁，所有人俑全部背靠墙壁，目视前方。而在他们目光集中之处，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尊人俑。这个位置非常的特殊，基本上是在南壁龛的正中间。其中一尊祭坐于地，乌黑的发丝在身后垂下，面色粉红，眉眼细长，凝神前视。陶俑半边面孔被衣袖遮掩，似笑非笑，有些神秘。我们通过这个发饰跟面部推测，她应该是一名女性。但是像放在以这样的姿势放置在整个南壁龛的中央，她是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仪式性的动作呢？目前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祭坐女俑为何掩面坐于壁龛正中呢？更令人疑惑的是，在她的一旁还侧立着一个代官南俑。南俑的头冠高高扬起，下巴处有系带，表情似乎有些严肃。他拱手伸前，厚重的衣袖垂于双臂下方。
似乎与女俑相呼应，视线却看向了不同的方向。一坐一站，一男一女，两个人俑远离四周，居于壁龛中央。他们在做什么？为何只有他们两人位于中央？现场领队朱英培有些琢磨不透。像他这样特殊的位置的话，我们有一个推测是他可能是表演者，但是同时也让我们很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这样的舞俑的话，他这个位置跟另外的两个舞俑不是同一个位置，或者说是另外说是他可能跳舞的话，他为什么又是这样的祭坐形式呢？朱英培提到的另外两个舞俑位于壁龛西壁下，与中心人俑相距甚远。被发现时，因埋藏时间较长，衣袖部分已经断裂。经过工作人员细致的粘接，我们得以看清他们的样貌。弯眉、笑眼、朱唇，整个样子呢看起来笑得非常开心，脸呢看起来就是那种肉嘟嘟的样子。肉嘟嘟的样子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姿态。膝盖微曲，长长的袖管甩于身后，纤细的腰身几乎只有袖管粗细。看他这个姿势的样子的话，他非常明显是在跳舞。这样柔美而不失劲道的长袖舞，在汉代十分盛行。汉代画像砖上，鲜活的长袖舞就常常出现。而伴随长袖舞一同出现的，还有乐师。道理很简单，有舞蹈的地方，音乐自然不会缺席。按图索骥，考古队员果然在舞女不远处清理出了一个祭坐人俑。同舞女俑一样，由于埋藏时间较长，她的手臂也出现了骨折。考古队员在现场先对她进行一次简单的包扎，精细修复后才发现，这个祭坐俑手肘呈90度弯曲的状态，掌心相对，大拇指朝前，四个手指微微蜷曲，可能是握着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因为周围没有相关的痕迹呢，所以现在不是很清楚。缺乏关键信息，这个人俑在做什么？一时难以判断。继续清理，一旁又出现了一个祭坐俑。他的穿着坐姿与前者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手臂弯曲角度更大，双手手心朝上，放于嘴边。根据右手这个姿势，我们可以大概判断他手里应该是握着什么样的东西。
两个祭作俑都两手空空，他们手里原本握的是什么？直到第三个俑的出现，考古队员才有了思路。这是一个双手朝下的祭作人俑，这个姿势让朱英培的判断一下子清晰起来。他做了一个明显的俯前或者是俯中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这一件乐俑呢，我们推测它是在弹某种乐器，相对应的这个乐器呢，它应该也是木质的，所以它经过长时间的埋葬，同样的腐朽了。那么，之前发现的两个祭作俑，原本手里可能也握着某种乐器，也许是击打，也许是吹奏，三个人俑似乎可以组成一个乐队，十分热闹。在不远处，又有两个人俑被发掘出来，他们体型较小，面目也已模糊，但是他们的动作仍然穿越千年保留了下来。祭作姿势，双手合握，仔细观察，在手与嘴之间似乎有一根连接的管状物。在他们双手合握处有一较大孔洞，这两个小俑会是做什么用的呢？他们双手之间的孔洞原本又放着什么呢？这一件乐俑呢，我们请教了音乐考古相关专家呢，他说应该是吹笙的。这个笙管呢可能是木质的，所以经过长时间它腐朽了，我们看不见笙管。原来又是两个乐俑。这些出土的乐俑虽然手中乐器都已腐朽，但从他们的动作中仍可想象，这里是一个热闹场景。丝竹管弦，乐音缭绕，场面生动。然而，南壁龛的乐音还远不止这些。考古队员用牙签小心剔除浮土，一组陶制的方形片状器露了出来，并且在上面还发现了圆孔。这个形状考古队员再熟悉不过，它就是磬。磬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经过清理，考古队员一共提取出20片磬，它们的大小分布也有一定规律。它是从西到东变小，然后在中间的位置呢又有从大到小，所以我们根据目前的大小推测呢，应该是有两组磬。竟然有两组磬。考古队员判断，这座墓葬的规格或许比想象的还要高。他们更加期待的是，既然已经出现了边磬，那么
同为礼乐代表的另一种乐器，钟也许不会太远。考古队员按磬锁钟，果然一个弧形的圆鼓状器物在磬的旁边露了出来。它是这样的虎口，然后在它的器身上有这样的小乳钉，整体是一个灰陶制的一个器物，看起来有点胖胖的。考古人员很开心，这证实了他们的推测。这样的东西呢，我们一般叫它钟，钟也是打击乐器的一种，在古代呢，它常常跟磬一块出现。陶钟表面有乳钉装饰，十分精美，上部为一个方形环，用于悬挂，称之为钮。这种钟被称为钮钟。更令考古队员惊喜的是，钟的形态还不止一种。就在钮钟旁，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另外一种样式的钟，顶部是一个长长的圆柱，称之为甬。这种形态的钟被称为甬钟。在著名的曾侯乙编钟里，上排悬挂的便是小巧的钮钟，中下排悬挂的是厚重的甬钟，用木锤击打，音域宽广，音色丰富。泾阳大堡子汉墓群 M68 号墓南壁龛出土的这两组钟，在大小上虽无法和曾侯乙编钟相比，但在形制上已算相对完整。在古代，钟磬是典型的礼乐器，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会使用。钟和磬的成组出现，说明这个名叫夭奢的墓主人家里很热闹。那像我们南壁龛随葬这样钟磬，一方面代表了礼制，另一方面呢，也代表了这是一个墓主人家一个特别热闹的，特别具有这个社交性的一个乐舞的场景。随着清理工作的展开，南壁龛的乐舞主题似乎已逐渐明确。然而在钟磬一旁，新的发现却让考古队员陷入疑惑。这是一个鸟类的头部，大眼炯炯有神，向下勾起的喙衔着一个红色的圆球。这样的造型不常见。继续向下清理，它纤长的脖子后方有一根翘起的羽毛，十分生动。接着翅膀露了出来，线条流畅，仔细观察，上面还有紫色和绿色的彩绘，这十分难得。
对于这类色彩难以保存的器物，需要文保队员进行专业的操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珍珍对此很有经验。我们在现场保护中主要着重的就是这个颜色的清理以及颜色的加固这两块内容。清理的时机非常关键，必须在泥土湿度恰当的状态下进行，否则颜料就会和泥土混在一起，难以分离。此呢，我们要先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含水率。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它表面的这个含水率，它差不多是在10%左右，那因此呢也是比较适合这个现场的一个清理的。接下来要使用到的是吸耳球、牙签等工具。牙签就用的是把这个尖的一头呢，使用这个砂纸打磨成这个锐而不尖的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对颜料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损害。然后呢，再按照这个45度的一个角度，利用这个剃和挑的方式，将表面的浮土清理掉。这样的清理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的操作。待浮土清理完毕，就要用专业的涂料进行封护，对颜色进行加固，防止氧化。加固的话，我们主要有两个方式。第一种就是用我右手上拿的这个喷壶呢，进行大面积的喷涂法，让这个加固剂能够均匀的落在这个彩绘陶器上，来达到一个均匀的加固目的。那如果说有个别部位它出现了彩绘的断裂啊，或者起翘脱落，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毛笔、针管还有这个滴管来将加固剂给它滴渗，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给它做一个局部的加固。经过处理后的器物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色彩，为后续实验室修复打好基础。对出土部分完成现场保护后，考古队员继续向下清理。鸟的两只长角和利爪露了出来。我们根据目前这个清理的情况来看呢，推测它应该是一个仙鹤。在古代，仙鹤有升仙之意。考古队员推测，鹤嘴里衔的红球应为仙丹。整个鹤展现的是这样子翅膀准备振翅高飞的这样一个形态。令考古队员惊讶的是，这只鹤并非站立在地面上，而是踩在一个弧状的凸起物上，并且凸起物上还刻印着清晰的纹路。这会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向下清理的时候会发现，这只鹤它其实踩在另外一只动物的背上，根据这个形状来看呢，它应该是一只龟。龟爪锋利，龟脖伸出，似要咬住鹤脚。龟鹤呢，在古代有这样的长寿的意味，所以将龟鹤放在一起呢，其实也具有一定的。
两组龟鹤似乎是相对的，并且在两只仙鹤的头顶各有一个孔洞，这给了考古队员一些提示。所以根据他这个出土同出的器物，包括他龟鹤座本身，像这个在鹤的头顶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方孔，你推测它应该是插乐器，用于插乐器架座之用。一般钟磬会用木架悬挂，木架两端会用密度更大的材料制作支架，比如著名的曾侯乙编钟，其钟架就有几个配件的青铜武士承托着。根据这个仙鹤的这个高度，包括它的埋藏位置的话，我们暂时推测它跟应该是磬架座是插磬的，因为一般来说的话，磬悬挂的更高一些。乐器架座的出现，说明壁龛中的钟与磬非常完整。就在龟鹤座的旁边，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一个凸起物。整个清理一个大庙出来了，发现它其实一个动物的臀部，在臀部的中间呢，发现一个短短的小尾巴。继续清理，动物的两只后爪露了出来。爪有三指，孔武有力，这像是某种猛兽。然而继续向前清理，猛兽背部却出现了流畅的线条雕刻。整个面清理出来呢，发现它其实就是这个的翅膀，背上各有一边，各有一对，各有一个应该是。彩绘的翅膀十分精美，然而让考古队员不解的是，什么动物又有兽足又有禽翅？带着好奇，考古队员继续向前清理，动物的头部露了出来，这一下疑惑更深了。这个动物双耳直立，眼睛巨大，鼻孔外张，嘴唇上翘。总体来说，这个单看这个头有点像骆驼的头，但是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这样的翅膀还有这样的兽足呢又不符合。清理完成后，一个四爪伏地、憨态可掬的动物显露出来，兽足、禽翅、骆驼头，这到底是什么动物？根据以往的发掘的情况来看的话，它叫做陶衣兽，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一个动物。在古代，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动物形象，最具代表的便是龙、狮头、蛇身、鹰爪，这类动物往往具有神力，并且寓意丰富。这样的陶艺兽还不止一只，在壁龛的另一侧又发现了一只。
两只逃逸兽为何出现在南壁龛里呢？答案就藏在他们的后颈处。考古队员在逃逸兽背部与脖子的连接处发现了一个方形孔，原来和龟鹤座一样，它也是乐器架的底座。像这样的逃逸兽跟龟鹤座呢，在之前的汉墓中也少量有出现，同出的都有乐器。或许在逃逸兽和龟鹤座的上方，原本放置着高低不同的木架，木架上挂着整齐的编钟和编磬。由于埋藏时间过长，木架腐朽，最后只留下了乐器和底座。然而，心思缜密的墓主人关于钟磬的安排还不止于此。在钟磬旁，考古队员清理出了一个小拳头。在这一块呢，清理了一个高高翘起的手，他手呈握拳状，应该是捏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继续向下清理，一个倾倒的祭座俑逐渐显露出来，他的面容已有些模糊，但是手部的小孔却十分清楚。根据他出土在乐器的周围，我们推测他当时应该是手拿锤子来敲击那些乐器，他的身份可能是一名乐师。在这名乐师的下方，竟然还叠着一个罗汉。这个俑下面其实还压着这样的祭座握手俑。虽然右手已经断裂，但他的姿势和上方人俑相同。经过修复，我们看到这是两个几乎一样的祭座俑。两组磬、两组乐器底座、两个祭座俑，这样的数字是否巧合，不得而知。也许正是两个祭座俑分别敲响了身边钟磬，给这地下舞会带来了礼乐之声。至此，南壁龛的发掘终于结束。整个南壁龛共清理出了100多件俑，数量众多的陶俑给了考古队员极大的惊喜。衣冠肃穆的宾客，表情各异的观众，凝神演奏的乐师，窈窕婀娜的舞女，这也许是一个古人社交场景的再现。由于南壁龛正对墓室，这些热闹的场景
也许在幽深孤独的墓穴中一直陪伴着墓主人。南壁坑能出这么多俑，包括这样的乐器俑呀、完整的编钟编磬呀，这些东西是在整个墓地也是首次发现。这跟他这个本身的墓主人的这个身份有关系，另一方面跟他这个没被盗保存完好也有一定的关系。南壁坑发掘的结束，意味着 M 六十八号墓的发掘接近尾声。对朱英培来说，田野考古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多的工作在后续要进行，包括像植物的鉴定、残留物的分析、人体的这个相关的研究，还有随葬的这些器物、纹饰各方面的研究，还会持续非常多的、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至此，对泾阳大堡子汉墓群 M 六十八号墓主人夭奢，考古人员有了初步认识。他生活在西汉早期，虽然具体身份还有待研究，但墓葬中出土的酒器、粮仓、钟磬、无疑为我们再现了什么叫钟鸣鼎食之家。我们能下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六十八号墓的墓主人是西汉初期有一定身份等级地位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一方小小的墓穴包容着大量文化细节，让我们从中窥见西汉早期中上层社会的生活图景。而 M 六十八号墓不过是泾阳大堡子墓葬群中的一座。泾河旁的咸阳园，这500多座的汉代墓葬群，还有更多的未知之谜等待探寻。